天。唱国歌。2024新的一年，总统副总统一同出席升旗典礼，并且带领民众一起唱国歌，现场还有满满的一对表演。迈着整齐步伐，吹着优美旋律，元旦一对表演一早就充满活力。而在1号清晨4点半，不少民众跨完年就到现场，要一起来参加升旗，迎接新年的日出。典礼从青春洋溢的建中北一女乐旗队表演开始，期间还有女子国乐以及霹雳舞演出。这次总统府升旗典礼的主题是活力台湾，世代永续，而国歌领唱团以世代传承作为呼应，成员从8岁的小小青商到70岁的青商都有，横跨台湾数个世代。而在升旗典礼结束后，现场也将会发放2300个限量版的元气地瓜。总统蔡英文任内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今天也会在任期内最后一次合体副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发放龙年的春联以及红包。三立新闻黄世涵、薛子萱、黄燕杰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